林家和大叔，请伊起来甲各位见一面，请各位也请到好朋友来甲拍一个，好吗？啊，咱的林大叔，林家和大叔，哦，啊，这少年这无简单哈、啊，这个年岁看起来都要足少年的吼，但是也是电影小物哦。咱副馆长林立辉，花莲咱圣安乡主委，以及咱各政府的官员，以及咱这民意代表，大家好，以及市民书记，大家好。这次小弟啊，咱接到这咱这圣修山正兴1800，这大雕小弟啊，在我们的感觉无比的荣耀啊！叔叔啊，金丹啊，金星啊，要比王庙大天尊啊，以及当前多几个红路的金星啊，当雕的工程啊，也按顺利完成啊，归功于啊，咱啊，圣灵啊，属于一滴中房的这个替力指导，即咱这个面家师傅的提醒与鼓励啊，吼，叫我今仔日十八招咱玩的金当雕尤其金庙的作品，恭候伊在咱啊，圣寿山真心欢迎，非常感谢咱这个圣寿山真心同咱这陈院长以及咱林主委。以及咱副主委啊，赵委员，不再感谢咱科总干事，以及非常感谢咱这个咱这个林传令再次感谢，谢谢大家。快点的，再来再做一下这部熟悉一下吼，林大叔谢谢你。咱即摆呢今仔日的仪式渐渐进行嘞。咱今麦要来请咱前面同意林主任委员洪主，甲所有的工作人员有上有感受咧，哦，上有感受啊，是来郭金海先生、副主任委员林佩仪、林佩仪，个李良贤执行长，咱李文良，两位副主任委员有陈启船长甲林金良船长，咱今麦要来请因来台顶，要甲各位。做咱今仔日这么辛苦的铺席，大家来这坐一工，要甲各位说一个多谢。林主任委员，甲所有工作人员，微微拄只证明，也甲工作人员，请恁上台吼，时间把握住，把握住吼，请恁赶紧上台。姊妹，咱。请咱同意的主持人员，请咱执行长来给咱做一个报告的介绍。咱各位乡亲、甲好朋友、甲师叔爷、师姐咧，即摆起伫台顶，即摆起伫台顶有一位、两位、三位、四位、五位、六位，还佫一位咧。陈姐，无你请你来头前一位好啊，好，赶紧。迄个，正好请你起来一下。首先要介绍。是咱主任委员林洪柱律师，林洪柱律师，常务干事柯金海先生，副主任委员严佩瑜小姐，过来是李良贤执行，李良贤先生，李长全先生过来，好，伊夫人吼，也是身份神秘嘞，来担当。过来呢，是咱执行长拄只小刘介绍过，李前主席，两位的副主任委员，伫我上只手面，是林金良林船长，船长嘛是辛苦，伫即摆伫我身躯边陈客陈船长嘛副主任委员，真正辛苦吼。我想讲安尼，今仔日时间的关系，请各位暂时下来休困吼。好，即你讲爱请主任委员甲咱说一下，多谢安尼才对吼。主任委员请。
感谢。哦，啊，咱个主任委员，伊是讲吼，我嘛真早就听到伊个话啊。啊，今仔日则甲你见面，哦，个人生做真正慈悲个人吼，你个个看知影。啊，咱即摆请暂时休困吼，再暂时休困，咱要过来进行继续啊，继续耶稣今日个会议。诶，咱今仔。